的真是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明天就出发了。出发？去哪儿啊？不能说。好，我不问了。那要去多久？三个月。三个月？那么久？有没有危险？没有。看你的表情就知道在骗我。有危险，对不对？真没危险，我都习惯了。什么就习惯了？你是傻瓜？战斗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知道是你的工作，我没有要拦你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如果我今天不来这里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出发。我可以不具体知道你去哪儿，但你要离开一定要告诉我，至少让我在想你的时候知道可以朝着哪个方向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。我要去边境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选择不告诉你。那不生气了啊，真没事儿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从小到大流的眼泪都没有在你当兵之后多。我也是。好了，我不啰嗦了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一定不能受伤。哟，在这儿浪漫呢？臭丫头，就知道你会偷看。就你俩那点小把戏，谁稀罕他？说吧，我要怎么谢你？咱俩谁跟谁啊？我才不要你谢呢，要谢也得他谢我。那你怎么谢他？谢谢你啊。这兵当的连句好话都不会说。他现在是军人了。哟。有没有假？怎么了？我这有。没问你。不许偷看女生上厕所啊，偷看女生上厕所是流氓。真的谢谢你。你怎么了？沙子迷着眼睛了。对，这林子里有时候风大。跟你说句话。你说。把眼睛闭上，抬起头。回头你写一首诗，就写献给小飞，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女孩。小飞呢？他先走了。那我们也走吧，去那边玩。走。很多年后，我再次梦见了那片红叶，然后是每年的秋天都会梦见。这就是那片红叶的梦。我第一次梦醒来的时候才明白过来，其实小影不仅看见了，而且他是故意找个借口躲开的，就是为了给小飞一个感情宣泄的机会。在感情问题上，女孩总是比男孩敏感，这是永远的真理。我最不愿意触及的往事，终于要不可抑制地扑面而来，仿佛就发生在方才。我以为自己忘了，不然我该如何活下去呢？其实我没有，我没有。
我永远也不可能。也许我该出去走走了。对不起。你有事儿吗？走走走，你剪断了，把它剪了。这么野蛮，小轩，我真的不认识他，见过没德性的，没见过这么没德性的。丫头，没事啊，这朗朗乾坤，咱不还有人民警察、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吗？
我想，我应该去找你。好了，那你们先回去吧。那你打车回家？不用了，公交车站就在那边，我坐公车回去。嗯，那我们走了。好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走啊！我别跑啊！是我。张流氓！张流氓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放手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就叫警察了！你放手啊！对不起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不会打算以后一直跟着我吧？没事吧？算了吧，以后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我男朋友是特种兵，他很厉害的。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？我只是想认识你。你再不说话，我要走了。再点点什么？你想追我是吗？对，追你。我最多只能和你成为。
再见吧。你明天有事儿吗？怎么了？我想出去玩，你去吗？那明天早上8点我在这儿等你。好。再见。再见。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想不出来该说什么，我只知道我失去过你，可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。先生，我们约会吧。我相信你一定是在想我，就像我在想你一样。你能感觉到我在想你吗？我认出来你了，你能认出我来吗？干嘛？不认识啦？你穿迷彩很漂亮。这是为你穿的。你想去哪儿？你想去哪儿？不是你说要去玩的吗？你说。你平时去哪里玩啊？我喜欢上山当狼。当狼？嗯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上山当狼。不是，是前期准备。公安边防部队以野营拉练演习的名义把部队拉出来再开回去，每次拉练的距离或长或短，没有规律，就是在迷惑敌人。我们是中国陆军的精锐，特种部队的精锐，我们时刻准备着听从祖国和人民的召唤，同入任何地点的任何一场战斗。我们亲如兄弟，密如手足，我们发誓同生共死。
干嘛呢？研究地图，准备当作战参谋啊。他去边境缉毒了。啊？我们进寨，换帽子，戴波旗，不要和老百姓发生误会。提高警惕，我们说不准会遇到什么人。狙击所，留在这里，带上火力掩护，注意周围的动静，别让人抹脖子了。我们出发。有一股死亡的味道，这是什么怪味？鸦片的味道，有人抽大烟。我怎么分不出来？百年前开始，我们家就是中医娘弄乌贼。幸好你带了国旗，否则我一枪就打在你的脑袋上了。太兄娘祖，侬娘牛包的呢？带多那好带有。你跟他们说什么呢？我说，像熊一样在森林里横冲直撞的，是解放军的特种兵。你们不用不好意思。他们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山民，他们能感受到山的呼吸。你们不属于这儿。我想见一下这里管事儿的，你带我去。好，我带你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大宝。你会说普通话呀？我阿妈是汉族。哦，他叫什么呀？小宝。来，都给你了。嗯，谢谢。不用谢。你到这里多久了？半个月了。你们也是丛林狼侦察行动吗？对，
真没想到你会在这儿。这里是二三九戒备入境的必经之路。这条贩毒马帮的秘密走廊已经延续十多年了。这个寨子叫朗德寨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里都是善良的老乡。你闻什么呢？你怎么跟狗一样？刚我不告诉你这有鸦片吗？啊，找他在哪儿呢？干嘛？看那儿，烧鸦片。鸦片战争又要爆发了。朗德距离最近的县城有100多公里，距离公路也有70多公里。周围都是原始森林，不能走机动车辆，只能过马帮。我来这里，也是想摸清楚朗德走廊的贩毒武装的活动规律。那儿打不上。前天夜里，这里的猎人伏击了一支贩毒武装，缴获了鸦片，他们在那儿焚烧了。这样太危险了，他们会来报复的。你组织的？不是，我也是战斗结束以后才知道的，是他们自发的。这里的老百姓被毒品折磨得太苦了。现在大规模围剿行动还没有开始，部队进山的话会暴露行动的目的。这样，你带着村民立即转移到县城，否则复读不堪设想。我跟你说过了，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能感受到山的呼吸，他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部队不能上山，他们不能下山。现在你们来了，留下来保护他们吧。这还要向狼驼汇报。你知道我们的这里什么吗？什么？帕夫柳琴科20。帕夫柳琴科20，什么意思？前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狙击手柳德米拉·米哈伊尔洛夫娜·帕夫柳琴科，苏联英雄，在奥德萨和塞瓦斯坦波尔保卫战中击毙了309名敌人。天哪，我有这么厉害吗？那得去问伞兵。问他干什么？因为他对女狙击手研究的最多。难道他想当女狙击手吗？如果他有这个愿望的话，我倒是可以一刀成全他。敏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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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族长，那些是前天晚上牺牲的猎人。我来给他做点手脚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其实呢，其实啊，已经，其实这不还就是条手绢吗？啊？你是拆我台是不是，鸵鸟？回我啊你！古拉比族，弟兄们，现在不是军民联谊的时候，我们要开始会。强子，准备电台，我们需要和狼头通话。是，走吧。大勇子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我们需要多留几天，帮他们打完这一仗。我们对付那些毒贩没问题，可问题是，我们走了以后，他们怎么办？要么，我们主动出击，端了他们的老窝。别做梦了，我们不能越界作战。说点现实的吧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认为应该留下。
范斌人走了，魂儿还在朗德呢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怎么打这一仗？西伯利亚，我觉得我们打不了击溃战，只能打歼灭战。他们白天不敢出来，只敢在夜里出来。但是夜战呢，又是我们的优势。我们可以把武器装上消音器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们的射击位置，只能白挨打。我需要大量的炸药，还有地雷，希望他们能空运。对了，让他们顺便给我空投一些战略食品，比如说活鸡什么的啊。这些野战干粮吃的我都要反胃了，要不然再给你空投一头牛下来。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呢？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走了以后呢，朗德如何面对未来？我们不能常住在这里，办法只有一个，人民战争。我们帮助朗德寨重建民兵排，并且训练他们，教他们如何打仗。特种部队就这么点人，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全面布控，但我们能发挥自己的长处，训练组织民兵，打一场新时期的人民战争，缉毒的人民战争。我相信今天有一个朗德，明天就会有无数的朗德。真正的力量是蕴藏在人民当中的，不管毒枭从哪儿来，我们都要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朗德毒品走廊从今天起就是过去式了。枪啊，起码十几年没擦过。这狙击手难道就是来擦老枪的呀？怎么的？你不想擦老枪，想擦什么？最起码有门老炮擦擦，它也行啊。老安了，老炮在这儿呢。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真老炮。六零牌啊！哎，这玩意儿能打吗？有炮弹没有？没有。看来真需要给我们空投给养了。啊啊！我们药不够，我只能先给小孩治了。光靠空投物资顶不住，解决得了一时，解决不了一世。你不是中医世家吗？是啊，那我也没那么多中药啊。你没看见啊？赶紧组织村民采药，我开单子。预谋怎么娶她的吧？我疯了，我娶她，到时候她用各种语言变着法儿的骂我，我都听不懂，白骂。那你还是没看她干嘛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哎呦，没看出来这回你还挺聪明，挺有自知之明啊。难道伞兵就征服不了他了？组长说，你们可以挑选任何人参加民兵排，交给你们指挥。我们只能提供训练，并且指挥他们打好第一仗。以后还是要靠他们自己。关键是民兵排的训练不能松懈，只要民兵排能保持战斗力，贩毒武装绝对不敢来这里。我们的啥和啥不会赢呢？组长说他明白了，从此以后朗德民兵排就是保护家园的战神。好，现在我希望他能提供民兵，最好是有丛林狩猎经验的猎手，不要小孩，也不要妇女。你知道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变成伞兵心中的帕夫柳琴科二世。
难道就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啊？难道你们就没讨论过吗？你强子，还有你别乐，卫生员，尤其是你，小耿啊，虽然你是组长，但是你就没有讨论过帕夫柳琴科二世吗？啊？不愧是战友啊，关键时刻把咱们全卖了。行了，办正事儿。组长说了，马上组织一批民兵排，由你们来组织训练。强子，走，你去列一张单子，今天晚上就要空投。是。等等，我要跟你谈谈关于空降物资的事儿。怎么样？走，组织民兵，马上开始射击训练。是。森林狼，我需要一个翻译。大宝，你给他当翻译。我的普通话说得很好。是，你普通话说的确实不错。别碰他，小宝只咬色狼，你是色狼。谁干的？这谁干的？怎么能把孩子教坏呢？我要知道，我非得把他嘴给他缝起来。我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大宝是个好孩子啊！来来来，大宝，兄弟们，干活吧！人民战争开始了。长期以来对特种部队的误解，好像我们就是天兵天将，其实我们的前辈就是人民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和武装队。地雷战、地道战、麻雀战。好像听得很遥远的军事名词，其实这些就是特种部队的雏形，即使是在今天乃至未来都不会过时。发挥各自的特长，解决老百姓的当务之急，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。用这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来说，特种部队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。我们其实就是高科技装备的游击队。报告，这是我们需要空投的物资。哎，对了，森林狼刚才好像找你呢。他没呼叫我。不，他就在山底下呢。我刚上来他，我顺便过来叫你一下。我赶紧去看一下。行，那我去看看。哎。没人呐。特种部队有着坚强信念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无限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。见过空降机吗？没有，就见过空降鸵鸟。一会儿你就看见了。发现地面目标，准备空投。我的战略空降机呢？哪有什么空降机啊，老头给你降了一地鸡毛。这老头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
不过空降机他也不能给我发一地鸡毛吧？这就是你的战略鸡毛。哎，我的战略空降机。风把鸡毛都吹光了。狼头真好，都省得我拔毛了。